去上学啦。阮无爱，阮要抓鱼啊。哦。妈啦，危险啦！妈啦，危险呢！你那实在是真无可，唔通怕啦！啊是阿兄跋落，阿东龙跳落去把伊救起来。你啥唔着紧，转去后囡仔亲。你还搁弄袂清楚，人阿东龙是为着救恁祖囝呢。歹势歹势啦，是我一时着急啦。好啦，是我唔对啦，是我叫东龙阿后带阿英来佚佗的，做咩来再走来再跪阿边哩咧？无啦无啦，是我唔对啦，若唔是你明忠啊吼，敢救阿英啊吼？我是东龙啦。东龙，东龙，若唔是你救我阿英啊吼，阮种阿英啊会安怎？我拢唔敢想啊。你的名我可能袂记，但是你的名甲温情，我拢会记的啦。阿英啊，明忠阿兄是你救命恩人呢，应该安怎讲？东龙啊！阿英啊，东龙阿兄是你救命恩人啊，应该安怎讲？哈，不是我来讲，穿左镜穿即体。阿英啊！明忠阿兄哦，变较乖。是东龙。你若无东龙阿兄变较乖吼，阿爸足生气啦。我实在应该吼，好好来教李长哦，学安怎教囡仔较对啦。哎呀，好好好话，我唔爱讲遐济啦。紧，等下阿秀啊，甲带转去身躯洗洗，衫换换的就好啊。紧，咱好转来，抓紧。那水底是无龟啦，啊，若有龟哦，你就切脚头，跋落去，连龟都惊惊死。慢慢上，好，再见。